有乜嘢值得我再留恋？所有事物已经尽力清理，冇嘢遗留住。有种不知名嘅力量要我将回忆守住，继续要脑内站住。向心房嘅住客发出逼迁嘅通知，公布消息就收到好多观众嘅烽烟，千万把弓箭对住我何其讽刺，世人接受唔到事实太疯癫。何况我当局者迷，精神逐渐颓废，随住时间流逝，未被治疗嘅灵魂逐渐去世，过去枉费，众人要我接受自己嘅葬礼，先可以得到重生。尽力做足满分，尽力去拎冠军，个个冇谂过我为何总系力不从心，对住唔同维度迷路，失去重心。俾我崩溃一阵，俾我崩溃一阵，让我嘅思路与你再次贴近。俾我崩溃一阵，俾我崩溃一阵，幻想可以同你再次贴近。为自己努力而不断为生活奔波，为嘅系尽快远离自我麻醉嘅坎坷，无法逃避嘅心魔，无法避免嘅心多。关于你嘅消息会直达我嘅心窝，对你嘅事情早已经不闻不问，无法控制嘅心瘾早已控制我嘅理性，向自己发问，想回忆，却发现甜美嘅画面已经开始失真，迷失喺时空嘅迷雾，系时候抛开烦恼，踏上无尽轨道。使用旁门左道去将既定嘅轨道改道，逼令自己思想改造，忘记自我，系因为寂寞而要失缩喺角落，定因为寂寞而选择今晚系直落？纵使揾到一个地方，冇人再识我，心魔会替我实时直播每个角落。